啫，交俾贤仔入闸，马来之争最后入闸，心中有善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二场赛事五班一六五零米啊！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咧，前面快少少嘅马咧，咁啊见到中间位置好性格啊，咁啊再响入边有劲进黄区啦，出边一对抢，马来之争出边灰马吉利高内兰第五位咧就系大热门呢只心中有善啊，再下一层内兰橙衫利必达就拍住弹球上铺啊，咁啊再后边紫色衫咧，咁啊仲有呢只盛世东方咧，慢慢就埋紧去啦，咁啊再后边嘅马咁啊有呢只天宫进区通胜响尾三啊，尾二位置贴咗蓝，蓝衫黄眼罩嗰匹咧就强中坚。包咗落尾嘅马咧就红太阳嚟噶，开始接近对面直路初呢个一千米段处啊，前面带出嚟嘅马咧就系呢只劲进黄区啊，咁啊跟住第二位咁啊有出边灰马啦，咁啊就系嗰只吉利高嚟噶，第三位啦内兰位置就系呢只好性格得分六点一倍啊，第四位马来之争内兰第五咧，咁啊仲系呢只心中有善啦大热门马啦，咁啊再后边嘅马啦，先见到弹球上铺利必达盛世东方紫色衫尾五啊，尾四天宫进区尾三通。尾以黄眼罩蓝衫强中坚，包咗落尾嘅马咧，仍然系嗰只红太阳嚟噶。好啦，咁啊开始转紧弯嘅时候咯，前面咧劲进黄区放嚟咗第有两个马位噶，咁啊跟住响第二位嘅马吉利高啦，出边走啦，盛世东方一早发力内栏等紧威，仲系好性格，而出嚟中间啊心中有善啦，再中档位置马来之争大外档弹球上步，同埋呢只黄眼罩嘅强中坚啊，兜到嚟最后三百啦，透出嘅马咧见到埋边位置心中有善。大外档好劲喎，呢只咧就盛世东方，最初仲有强中坚，马林中间咧就马来之争，接近终点强中坚外边冲上嚟，中间跑第二咧就盛世东方啊，第三名咧心中有善，马来之争咧就好接近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咁啊，开头贴栏噶呢只强中坚，贴栏第一尾二到咧转弯西出大外档咧。在出面冚人哋咧，结果系赢马。盛世东方跑第二，第三名咧好近、哦，马来之争心中有善要影相。莫雷拉帮你只强中坚赢马啦。盛世东方今晚都系配合马房而嚟噶啦，一翻翻嚟谷草想喐手啊，俾莫雷拉劏咗啊，苏迪红。第三咧，马来之争都有机会可以赢得到埋边嗰只心中有善喎、啊，似乎。不过都仲要电眼半决嘅。因为前面都快，一分十七秒三二，三四名都好接近噶。叮当码头真系去到终点先线嗰度先分到胜负啊！两只马开边八号马来之争啊，好啦，强中坚啊，呢一只九岁嘅老马喺度赢马，十二档啊，十二档啊，见到转弯啊，就佢仲落后紧城市东方，都成两个马位噶，一摆正唐太骑落去。都唔班嘅啲级数啊，啲爆发。睇睇佢预计嘅派彩，跑第一名就系四号强中坚，独赢派57蚊啦，位置20.5。第二名系二号麦嘅城仔东方，位置系派38蚊。第三咧就系八号嘅马来之争，位置派96蚊啊，连赢位二搭四啊，派呢个511蚊。三重彩四号、二号、八号顺序派13491蚊，咁啊单 T 248咧就派3273蚊嘅。位置 Q 二搭四啊，派145.5，四搭八啊派349蚊，咁啊另外二搭八咧派691.5嘅。看埋呢个组合平型三拣一，结果系 A 一嘅隔夜热门啊，派18蚊。四连环二三四八就派1838蚊。四重彩啦，四二八三顺序系派50343蚊啊。嗯。结果又系李仪达搭何良话，头场都系呢两个马房穿 Q 嘅。好啦，睇翻巡台影片啦。起步咁啊，稍微慢啲就嗰只弹球上铺啦。另外灰马咧就天宫进区都系落后咗嘅。前边啦几只马走啦，分别就系都越放越快喎。嗰只劲进黄区啊，咁啊睇下下次跑咩路程啦。出边啊好性格啦，但外档灰马就吉利高，守翻住个贴栏第四位就心中有善啦。中档第五咧就系马来之争，喺佢后边咧就弹球上铺啦。贴栏见到嗰只就利必达嚟嘅，橙衫橙帽啦。咁啊另外就盛世东方嘅尾五啦，尾四位置就天宫进区，尾三就通胜，入边啊莫雷拉黄眼罩嘅，包尾咧就红太阳都跟唔到啊。咁你見到因為前面扯得快啦，所以大家都拍好曬位㗎啦，兩隻兩隻嘅啫嚇，冇話點樣特別啲啲馬會望空嘅，扯到好散啊個馬群，
咁啊變咗前面跟嗰啲馬都會比較吃力啲啦。結果頭三名嗰啲馬翻嚟都唔多嘅。咁你即使你話嗰啲咩心中有線馬來之爭嗰啲第三，你都輸咗嗰幾馬位啦已經。嗯。莫雷拉繼續都伏住條欄先。見到出面有一隻盛世東方，你呢度咁早忍唔住啊？佢未埋到去嘅喎。可能恃住自己有長力啦，系咯，心中有線就匿埋咗喺入面，莫雷拉呢度先至移開嚟喐手，王雀在後啦，變咗真係。係啊，離開埋條路上咗去先，但步速偏快咁，佢梗係唔好咁早發力啦，係咪？埋邊心中有線，頂唔住嗰只馬來之爭啊！嗯。哇！临尾几步斋推啫，见到个潘顿就心中有善啊！好啦，复榜完毕啦。位置 Q 二搭四牌145.5，四搭八粒牌349，二搭八粒牌691.5。组合就赢3-1 ，A 一嘅价嘢热门就派$18。四连环2348立牌1838。四重彩4283立牌50343。睇埋呢个孖宝五搭四嘅正奖派275啊！如果五搭二安慰奖41.5嘅。分段27.82、24.16、25.34，末段23.72，总时间1:41.04，快过标准时间4:06。